每一次带着队员，其实在我的心里边来说，我一直就是安全放在第一位。哎，这个包括出来一个人，对吧？就是一个村民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样的这种赛道的设计特别巧妙，对啊。我们走过的时候，然后发现啊，还有这个。就是有一段路我觉得很像五台山的路，然后跑下来之后还有庙。有消队和急队，一个是哆啦 A 梦，一个是军人，可厉害了，都怎么样给你带的这个节奏？你就有点慢，可能没给你我膨胀了。会有吧，因为张学燕呢，怎么说呢，还是比较入门级的比较多，可以先体验一下那个越野的那个入门级的越野，然后有这种比较强的能力强的，可以再进一步想参加这种社会上的赛事，对对对，到最后甚至跑那个那些 UTWT 的，对，还有那个 UTMB 这些赛事，对对对，嗯，这种都是